口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新潮国风与传统文化融合，古风古韵与现代科技碰撞，这里的一街一景、一店一铺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这里的精彩演绎、嬉笑欢乐，让气氛动感十足。这就是一真一幻、火树银花的东北不夜城。今年是东北不夜城炫目开街的第二年，让我们走进全新改版升级的不夜城，探寻它精心准备、让人耳目一新的惊喜。东北不夜城并非是一座城，它是精致国潮文化弥漫的新式街区，群龙戏珠的牌楼诠释了梅河口的历史变迁。传统的步行街经过国潮化的修饰，呈现出一个潮派的东北集市。街上的点点繁灯闪亮在你的周围，耀眼的彩灯排成了行，汇成了海。美艳的大唐女子在这一片灯海中翩然起舞，长裙飘逸，发如墨染。她们的手中或有一支短笛，或是一把琵琶，于灯海之中沉浸陶醉的演绎。从西安到东北，最受欢迎的非不倒翁莫属，他身随影动，翩若惊鸿。漫步街上，绚烂的灯火与精彩的表演相互映衬，不经意就沉浸在一派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之中。几步之遥，跨越千里的蝴蝶女神空降东北不夜城，时而扇动的翅膀，一睁一合的眼睛，高贵灵动，精美巧妙。穿越万年的猛犸象，趣味十足的提线木偶，沉默酷炫的变形金刚，他们的到来让不夜城的互动美陈文化变得更加如梦似幻，高级感十足。夜幕下的不夜城繁华璀璨，在这条街上可以尽情地赏灯观景、互动拍照，感受国潮文化。但东北不夜城的美却不仅如此，在这里还可以化身元宇宙居民，和地球一起去流浪，穿梭时光之门，拥抱星辰大海，体验元宇宙的无限魅力。全新打造的月亮湾元宇宙集市，融入幻光夜间场景，随处可以踩到的白沙滩，形式多样的娱乐设施任你体验。极具创意的火星营地加未来科技的主题，自信满满，倾力打造东北首个元宇宙空间。一饱眼福之余，
舌尖也可以尽情舞动。网红美食、各地小吃、梅河精酿，都可以是他欢乐的舞伴。感受人间烟火，品味特色美食，到不夜城来，把味蕾打开。地道的陕西美食也不能错过，肉夹馍、凉苗面，一整条街的陕西美食任你挑选。云南很远，梅河口很近，在不夜城的酒杯里可以摇曳出云南风情，置身竹林之中，飞檐之下，将所有的一言难尽一饮而尽。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后的重逢，在这里，古风古韵、关东风情汇聚整条街道，现代文化、互动美陈渗透到每个角落，行为艺术、景观打卡惊艳每处舞台。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已经成为梅河口的一张闪耀名片，它用热情和活力感染着这座城。东北不夜城二期十一期间将盛世来袭，他披星戴月、争分夺秒的紧张施工，一路快马加鞭，只为遇见你。点亮东北，从梅河口开始，东北不夜城，在这里